这是什么比赛？能够高击球不断。3-2。乒乓大省足以遇到中业省队，谁能够取胜？只是一副的损失，王浩成来自辽宁省队，参加了全国乒乓球的锦标赛。五脏是不存在的，对正手的保护非常到位，扛了一板直线。防守的强点连续发力，足以6-1的强势开局。参加了全国乒乓球的锦标赛。这防守的高质量衔接，退套的足以救火力十足。4月份出战了我们广东佛山福袋中国杯的总决赛。他们的开球网积分都是2571，还是有点巧合。仓促的偷袭打乱对方的站位，防守的快速衔接迫使对方退台。3-1，3-2。朱毅的防守切了一板，突然改变节奏。站住后的侧身威力十足，还是长球没有处理好，造成了被动。送到了对方的抢攻弱点，在防守的相持中率先变线，王浩成的硬实力并不亚于朱毅，就看能不能摆脱限制发挥出来。侧切球很高级，对朱毅的高调弧圈，前面的防守侧切了一板。今天朱毅的正手保护非常到位，包容一下好不好？接住。像这样的大范围跑动，朱毅还是有些吃力。领先于中山柏林婚礼装饰。看着对方的站位去出手。非常出色的手感，你不能任何问题都得问我，最后是足以3-1赢下了王浩成。